继前一天被反贪会传唤提讯之后，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今天早上在出庭应讯时，再被指控三项洗黑钱罪。联合早报引述新洲网报道，检调当局指控2014年12月26号，纳吉在位于吉隆坡拉惹朱兰路的大马伊斯兰银行，透过个人银行户头接收了两笔来自非法活动的收益，分别为27万跟500万令吉，因此被指控两项罪名。第三项控诉则指出，纳吉在2015年2月10号在上述相同地点接收1000万令吉的非法款项。这三项行为抵触了马来西亚2011年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。一旦罪名成立，纳吉将可被判处监禁不超过15年，也可被罚款不超过非法取得的款项5倍，或罚款500万令吉。更多关于纳吉弊案的调查，敬请锁定新闻时事报。